国旅美投手王建民重返大联盟，改穿蓝鸟队67号的球衣。国内厂商动作很快，今天马上就推出了健仔的67号 T 恤。下周二健仔再度先发，对上洛基，球迷就能够穿着最新的67号 T 恤为健仔加油。王建民本季重返大联盟，身上穿的是蓝鸟队67号球衣，现在想要和健仔穿一样的背号，不怕买不到。业者嗅到商机，今天马上就推出了蓝鸟队背号67的 T 恤。消息一出，不少球迷除了打电话询问健仔 T 恤开卖的消息，也有粉丝直接来到门市抢先把 T 恤带回家。其实一开始推出的状况其实还不错，还有蛮多人询问的，像就是今天开卖之后，就有一堆人就是打电话来询问王建民背号 T 的状况，看还有没有货之类的，然后网路上也有很多人在询问王建民的背号 T， 所以我们就赶快陆续推出来。全新的67号就摆在显眼的门口，除了蓝鸟队的招牌蓝，还有经典白。也有球迷一件还不够，一次就带了3件，全家大小出门一起穿。除了最新的 T 恤，健仔所属的蓝鸟队周边商品也跟着成为球迷购买的目标。业者准备齐全，就是要让健仔的粉丝在他下一次先发主场迎战洛基，可以全副武装为他加油。UDN TV 刚邦杰、郭贝如台北报道。